大家好，在下是剑心，今天为大家释放风云之天下会。上一次我们就玩到剑灵火灵，没想到一开始就 bug， 先重来一次哦。为了进去凌云窟，我就锻炼自己。好，今天释放是火灵。出入火灵之二，再次是之一。哦，就先回去那个买补品，必须的补品，最起码要猪肉，还有蒸汽。猪肉也差不多了，现在就要买药品。买紫心丸，夜里可以恢复180点。必要的时候买人参。买天香赚取骄傲。多买一点，以防备用。啊，好，没问题，走。正式去凌云窟打，如果真的不行，在未来温馨提示：如果你自身的音量太大的话，哇，是什么情形？太大的话就可能就要调整你的音量50%最佳。敢惹我，秃头发虎，非同小可。哇，这么弱也好，赚钱。先攻丹音王。关于步惊云的白云掌招式，被他到成年的时候，招式会变得不一样，就是有变化。哎，你好，要按出，按这里才对。对，要想出策略，想好要怎么对付你。就是拆死他，扣几层，差不多死的就可以有效晋级。关于晋级巨人，剑心有看剧场版，兵长真的超帅，我呢巨人真的蛮血腥。怕我都不敢看。
前剑仙王风雨二之奇武器蛮不错玩，而且是用键盘操作，然后随着招式就是方向键跟它对应成功就可以试出你想要的招式。那剧情当然变得不一样。哦，今天上班真的好超，还忙不过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哎呦，抓狂！看到过那个人面蜘蛛，现在外来种真的越来越……哇，抓狂！我再不补血，肯定会死。看情况再补血吧。看来要到灵窟拦路。可恶，敢打我这个笨大爷！敢打我阻止，不想活了。我要宰了你！有时候不要太确定验证，就是要顾及到其他人有没有快要死掉。如果想要追随剑仙的话，可以到 Google 家的页面，还有 Twitter 也可以哦。剑仙有 PO 上网页，很多种任你选择。你喜欢哪个地方就追随剑仙，剑仙会很开心的。谢谢大家。问一下好了，不然会觉得闷闷。啊，看过，小弟弟也看过了。没有。大哥哥，你知不知道蓝影北影？我弟听我爹说过，是武林中好像厉害的。哦，可惜再这么厉害，还是敌不过我麒麟。不过有梦是最好的。为什么我一开始就来这么多人？是想锻炼我吗？好啊，锻炼也不错。等到练到厉害的时候，就怕了，一直到怕了哦。也好，为了练成披云戴月第二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我的剑仙的 Minecraft 的秘密训练呢？那时候差点死掉。还有提醒各位，就是如果你有玩这个盘灵谷域的话，记得要到那个什么尿包、尿池、纸尿布。我通常都一箱吃尿壶了，就是你用完的吃完的药，就是可以不要丢掉，可以换成那个龙泉，至于会肚子饿，是还蛮好用的道具，跟那个 NPC 兑换。
还就六十级。其实不仅速度没那么高吧，啊有升级就是不简单。啊，内功没了。记得最后我麒麟是在逆风车上，因为电影的话是有那个郭富城饰演的顾景宇，然后逆风就是那个一时想不起，我觉得蛮酷。他也演过那个九龙的大哥啊。哦，我想起来，叫曾一剑。那时候电影版真的很帅，之后有那个电视版，不仅饰演的是那个，还有那个陈若东饰演，不仅叶枫是那个赵文祖，两者都蛮好看。那时候是民国八十几年。我出了二就感觉怪怪的，聂风竟然是光头，怪吗？就是听说，因为演员那个戴长头发哦，就热嘛，然后头发会痒，所以就受不了。主角好可怜，一直咬他。敢咬我哈？试试你！诶，另外一个变态人怎么没有动？哎呦，竟然不动，会不会是按到？没按到。终于要到凌云阁了，趁当下，以免死了。哦，终于来了！你说会碰到这里就会宕机。林少爷，这尊佛像相传有数百年之久，唐朝初期为了使来往的船只受到佛的庇护。但你就是铁齿，所以做人啊千万不要铁齿哦。Oh my god， 终于中进到乐山用 C， 最可怕的迷路来了。找对手强不强哎？试试看。是呀，出头干得好，我支持你。哦哦，是呀，变态男来中出了。看来白云总没有机会使出。哎，没关系。希望怪物掉一些道具。哟，酷哦，这个家伙。果然没有让我失望。白云掌，
慌了。五、四、哇！虽然跑步很快，但是缺点就是很容易遇到怪物，跟正常跑就比较不一样。老是打我，好我的，所以我不仅要注意一下，这新王普侠吧，这是非常好用的道具，因为我发现宝箱了，花露丸，花露丸也不错用，哎呦，北极熊，黑熊。清楚对方失忆度，所以我就全力进攻一个，破壁了。哦，果然不是盖的。阿斯奇，现况目前还可以。好，我好，我斩！发现白云掌手势感觉很软，有点像变化木刺的感觉。我觉得作者真的很厉害，又出现八。只要 bug， 你会都会看不到你什么时候学到招式，我也不会影响到。运气好的话，哇，就是这样，没错。这个两个奴隶果然是不是拖油瓶？哦，好爽！终于发飙了。现在知道发飙厉害吧？是嘘嘘哦。暴龙王就不用死了，因为打蓝鳞剑虫怪兽就请大家尽情观看与战帅的决战，谁是谁，谁胜谁败都知道。就是看他们不是好欺负哦。就看一下他的内力，内力最高300多，就先用一下好。还有这边没有。按出，按住的话可以再按右键取消就可以了。听说玄黄刀跟火灵剑在
火灵洞里面拿到。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他听说是用修改的才有办法。我看一下啊，紫星王好了，不要，太浪费了，就要用别的。对，天香断续胶。你把那弓起我了。阻止我帮你补内力了。熊熊敢打我，我要跟你挑战。秃驼加油，秃驼也是很厉害的。宝箱了，酷哦！就是要拿到宝箱的、啊，有御风浆哎，御风浆是什么、啊？哦，力量最大，就夹它了。这个是一条夹的，存档。御风 ，Game Over 又白走一趟，全力攻击。大家好，大家是剑心，幽灵剑心，新时代，新生名字一律对，欢迎来到剑心的频道，喜欢看剑心的影片，欢迎来看哦，然后希望剑心多多支持一下吧。那关于风云之天下会是全荧幕游戏，所以没有办法就是一边的跟观众互动。不过我有用手机、啊、希望各位多多和剑心互动哦，啊不勉强。补血的时候，然后这个体质啊，还有什么力量都会恢复，就是关于补体力方面，这个是非常重要。这场仗可能会打有点久，是难免。最近剑心有看到一个很可爱的那个鸟笼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取得呢？晚上睡觉的时候超可爱的哦，它有不同的颜色，有黄色那个呆呆鸟，而且那个呆呆鸟有很多人抢光光了。目前其他颜色还不知道。往右走应该有去。剥皮状况，还可以。全靠你秃头，特别爱抓狂。捏是，你很棒。
其实他们两个名字就有点混浊，谁是死，谁是阴奴。给你加奖一个，可惜啊，他们两个叫灰犀牛，因为人入了神魔，恐怕就要……哎，等等，听说排灵长官的消耗力也就60级，我还可以94。因为地图真的是很难走，星星最近有看那个 YouTube 影片，都爱看假面骑士，逻辑假面骑士目前男主角复活了，超帅！建议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看哦。天翔断续胶超级珍贵，一铺就300多回，全恢复了。学习到这个新的排云掌招式，可能都是随机练出来，是练到一定的程度。我也是看网络上说，要在步惊云成年之前练到22等。然后要一直念那个排云掌就对了。真不懂这 bug 什么。阴路包子，哎呀，吃个包子也是那样，随机安排。天哪，就是不给我用就对了。最怕就是这个啊，那个很不幸 bug 就是要从头开始，那个真的不行。哇，四个宝剑不行哦。算了，先恢复。抱歉各位，因为那个麻烦就是 bug 问题，所以我要从头开始。可恶嘞！哎，完蛋了，登不进去了，登不出来啊。暂时告一段落。真是讨厌，吃个包子也罢。啊，和包子吧，真是服了你。
就是为什么没事要存档的原因就是这样，就是要从头打一次。非常不爽。哇，他们也不爽。那你来吧，要打就打。哇，这只孤立很强。全力攻击那只孤立。输定他，不仅先恢复体力，紫心丸，啊，换按，切记，不要使用，习惯使用那个自动。男人有梦是最好的。工作虽然辛苦，但我觉得辛苦当中心里是踏实的。不仅还真是这样。一直打不进鱼是安诺。哦，是的，本来想吃个补品，哇，可能被打得很惨。哦，快点到南宁剑桥总帅那里。天元待遇之后再说了。哦哦，这个北北可能没有，可能喝了那个青草茶退火。最近天气很热，大家都喝。很火大，OK， 够够够，阿里阿里阿里，啊，只有一个人太好了，就是希望一个人打，速战速。快要接近九十了，我想年代那时候斗士年代就是用
电脑指令去打，不晓得那个年代大家有没有记得？新生代可能就不知道，六年级生才知道吧。大概是属于六年级生的吧。最危险就是他，得先解决他。那时候我还记得，斗士游戏有大富翁啊，之前就一，他就是代号一号，就要打一号，系列一号就可以。就会有那个游戏出现，那时候游戏真的很厉害哦。然后二是爆笑保龄球，三我就忘记，四的话，对，三就是狮子王那个游戏，那时候蛮怀念。好，唱那个蛮怪的音调，记得是188滴滴，就随便乱念就对了。四的话就当然是那个最有名的游戏《仙剑奇侠传》。记得那时候是 Windows 98版本，就是文字出现。那时候卡到卡关，就是那个黑胖。喵人黑胖子一直打不过，就这很操作的游戏，操作游戏。哇，练成的天元大月人太厉害了，爽了！终于可以施展天元大月人，越施出高等的内功。消耗力就越强，但是威力也是很强的哦。包子也快要吃了啊！真是我要披云戴月，要披云戴月八十，我也是蛮消耗蛮凶的。我至少不仅灵物，太厉害！我一个元气跳上去，继续使用。不过他也快要死，经过我重击，因为我暴击的话，加上排云掌，威力超强，300多，也是很强劲，最霸道的招式。哇，没了，这么快就没了，一般砍就好。每次吃东西也是要记录一下。不然就好啦，奖励你们，为了让我顺利过。
就请你们吃最高等的猪肉吧。本来不想点那种披云打鱼，没想到这么好念。哇，这只狐狸够劲，一定喝了蛮牛，不然他怎么体质那么硬，打不死。哇，最特别注意就是他，大概想好策略，就要观察对手的攻势，进行发动攻击。东湖抽卡，习惯玩游戏玩。对，出现口头禅。差不多要归西了。披云大月。哇，一直打。珠子，我帮你补血啦！紫心丸颗咬一颗，牙靠不正，哇，九十几，我再额补血。还不死，差不多死了吧。哇，哦，天，红色的人，先打他哦，看来他很危险，眼睛是红色的，难道是猎人的红眼睛吗？还是逆风成魔的时候变成红眼睛，啊，没想到这么烂。最注意的就是来自白狐狸，长马妖变得来的吧，又有白书。先解决他，每次扣一百多就不得了。猪头，委屈你了，一直被打。哇，这么多人打。他也快要跟我，要小心点。为了逆转，就是要吃补的东西。豁出去了，敢得玩？难不成是第三站长挡？没想到还在这里。好活的厉害，最近 PS4 海贼王也出了，实在令人诱惑。一百多，看来特别注意他。哦，
恶嘞！敢打我主子，不想活了、啊！滚地！滚来的滚去！来秃头两两，他们就知道怕。奇怪，到底是谁呢？这个人快要不行，交给你了，秃头。还能耐啊！两个人全力攻击。魔法卡发动，使用怒鹰合击，快要干过分了，够够够，我流泪，我流泪，祈祷成功。吓死了！哎，一直打哦，赚好多钱。应该想走这边出去吧。哇，按错的时候就可能要重按一次。得到迷宫所有的秘宝，我一定要拿到。其实是一大堆的好用的东西了，我不拿也是很可惜。我差点忘记要补血。一次不给你，这个游戏蛮适合休息，过程是很笨的，喜欢练功的玩家们都非常爱这个，当然是享受，最重要是那个享受那个剧情内容。好，快来前往里面，真是艰辛。那两个人就没有内力，只有一般的攻击，这蛮强。啊，好低调。感觉到招式很像那个拥有花式之类的。哎呦，青竹剑。好剑，好剑！
大家都全力攻击附近，但打无阻止。杀武士，仿佛配逼宫。不用留着你豁出去，老子要跟你干一场。要释放完整一部整个游戏，也是需要漫长的时间。怎么路途这么遥远呢？需要赶快到，加油加油加油！静心昨天牙齿好痛，超痛，上下都在痛。后来去看牙医，有湿软多。哇！没想到有就是去推的文章，到我的页面有看到那个日本朋友加入我的麦块的那个秘密修行中的影片，好，很感谢这位日本朋友。虽然他没有看，不知道有没有看我的 YouTube， 应该是有看。我看一看就没有再看他。我相信一定可以继续坚持下去。所以坚持下去是真的不容易，我音量记录，哦，快到，我有预感，太令人兴奋，这是情不自禁啊！让我念一首好诗。这不就又要念了？夜莺在叫，真是吵吵吵。不利呀，克罗斯，灵芝要不要用？看一下有没有把重要的内功图片都用完。不管就用吧，用。这不要吧，这还没有，他们两个都没有内力，太可惜了，才不要丢弃。哎，不了不了，
道我走对不对，希望不要走错。嗯，应该那里走过了吧？现在是往左边走才对，试试看。主要是走这边才对，哦，就是这里。耶，终于走出去了，这太令人高兴。在出去之后，先卸下他们两个人的装备吧，就怕会被 hit。 不知道，希望安全。啊哈，我。可恶，记录也会这样。那你你老师嘞？已经是两次吧，也考验我的耐心。遇到 bug 就只能关，强行关机。然后你再开启。还好事先有记录啊，根本就不用打了。哦，总算出来。装备先卸下来好了。太坏了，实在太坏了。哇，那你看来是错误的啊，32而已，打个屁呀、啊！全靠不均匀的，哇，超强！快，应该倒那个巨物才对哦。哇，他升了！哇，我完了，完了！打吧，打吧，打吧！剑心狙击时刻马上就要到。不过它应该是会自动，反正那个武器蛮烂。天哪，群魔乱舞。故意死掉吧，也没办法攻。如果能过，就幸运。
们快要完蛋了。倒时十秒。哦。不应该卸下装备，真是个错误，根本是个错误。所以不能太阴险。哦，他给我，哇，这是奇耻大辱。发现有一只绿色的小虫，然后它会咬人，蛮痒，身上蛮痒。后来才知道那个叫飞蚤，听它，听说它怕那个蚊香。回去路，呀，有点压力很大呀！回头不要再喝青草茶了，冬瓜茶也不要喝。虽然他活力很大，口臭也很臭。不过也没关系，臭死他们，哈哈。加油，支撑下去！终于到了剧情的夜，嘿，小小的年纪竟然全这里破时间，果然是辜负全子。一个王再不拿学音域为战，修改人剑不留情。哼，拜你何须学音？徒掌兵刃之力，甚至不封我让开。为父获胜之后，一定会与你共度余生。爹，那个就是逆风了、啊。林少爷看来，当帅与聂王也经过一番激战。来，这次我见好机会上。你们是谁？这样的话，快将武林跟玄交出！哈哈，就凭你们也想剿灭？哦，正对战，十日剑法，
哦，超强，一千多，轻而易举就打爆，打爆。打他也是没效，哎，没有用了。哦，秃头还蛮厉害，可以支撑。哇，那打野就跟你，与你使用。白云掌了，哇！十字剑好特别，从上面砍下来。哦，靠！我靠！扣他十七点。连剑术断上，果然非同小可。蓝银剑术果然厉害，如今你而我落在手中，逝去的就交出我连剑。不要理我，那个人就是浪，放浪，快放！开动两波就杀他！息怒，我口中所说的话，是不是就代表掌门师尊的是命令？是。很好，那你就照他意思去做吧。遵命！哈哈哈哈！为什么有一句话便要他命？武林带给乌龙的荣誉、财富、名声，他比我的灵魂和生命还要重要。我要。交出他，有宁可牺牲我儿子，你要杀就被杀吧。爹，太残忍！相传武林剑带有邪气，今日一剑，我有剑控人心之相。不过我儿若死了，你别想活着出去。壮帅，你知我是什么人吗？没必要知道。不过我是谁？你一定要知道，我是不就是雄霸一方的天下武装的雄霸？雄霸，要抢咱们刀剑的原来是剑士雄霸。放开我儿子，我连剑你拿去吗？暂停思想，给我滚吧！啊，发生什么事？哇，哦，你的王辈被什么挖过？火烧灵窟果然鹰眼，唉，我确定。哇，被打飞出去！啊啊，那是！哇哇哇！祭神。面对异兽毫无招架之力，我不禁察到他们已经死啊！我说发生什么？别问我，他已混乱，剑云从未如此慌张失态，看来已经受了什么刺激。灵窟究竟发生什么事？又被火麒麟抓到了，谢谢大家收看剑仙的实况。哇，病毒快了，我要接近警报啊！就实况结束了，拜拜。